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吃游青岛。吃海鲜，很多人喜欢到码头上买。今天我带大家看一看，直接从渔船上买海鲜有多便宜。来来来，咋整？来四啊？这红头怎么办？红头俺光买两块。大这成啥配？你往回来从这吃的吃吗？啊，人都要了啊！哎，我来吃。36，不是嘞，36块钱。36。36块钱。搁10块钱一斤是啥？10块钱一斤，36。哎呀，真便宜。这是10块钱一斤呗？你算了。今天搁16。哎呀，你给我看，还是虾不挑了，还挺好的啊！啊，你赚了，便宜了。这堆鱼是卖7块一斤，里面有小黄花鱼、台霸鱼、大霸鱼，还有一条大黄花。大家看看值不值呢？由于这条大船是在搞批发，如果你想领买的话，一般至少买一箱。如果你觉得太多买不了，可以和其他人合买一箱。大家看一下，这么大的带鱼是9块钱一斤，不仅便宜，而且最主要的就是新鲜。26斤，这个不是26，这是五斤。小编最终和另外一位老人一起买了一箱。这带鱼不多了啊，可以。小编买了200块钱的，算下来有22斤。小编把带鱼带回家，裹上面粉煎了煎。哎呦，这鱼你看啊，就是甜甜，你看什么呀？太美了。太甜甜。